这个是崇德教会站，他应该要写崇德天主堂哈。他这边是崇德，我当时 BB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天主堂哈，这边是崇德天主堂，好像崇德天主堂哈。好，在台九线167公里处。好，这个是外面的花卉。植栽，好看一下哈，比较一下那个肮脏的玉里天主堂，哦，有一个圣洁的神父，但是有很肮脏的主管跟干部哈，就是崇德天主堂，外观，它也有那个松树，这个是松柏哈，好，有这个古灯。好，看一下，这边有阶梯哈，这个古木撑天，哦，迷你小小的崇德天主堂，哦，这边有这个圣像哈，看一下，那个底下好像是，这个是神兽啊，看一下这个有木雕的神兽哈。夜灯，这里哈，看一下，可以。后面是悬崖峭壁，那还有兰花儿，这是兰花哈。这棵不知道叫什么，好看一下，这是崇德天主堂哈。这边它有它的花园，再走第二个台阶。这边是圣诞红，旁边这边怎么有开？这边是崇德94号，崇德94号，哎，神父吗？是，哦，是天主堂哈。小凉亭跟儿童或游乐设施哈，老人游乐设施，也可以让一些旅客可以休息，或者是把公共厕所坐在外面哈，看这个国际化一点。啊，这边是三 B， 是曾姓复姓哈，曾李神父在里面，台湾组的金轮乡新兴村在里面整理，刚才跟他聊一下天。天主堂哈，好，解释一下，这是崇德天主堂。这边地震没有被波及哈。比较感谢天主，比较没有什么事。它是下面那个麦，因为都是从我上面下来的，我的教堂斜斜的，没有都是斜的。是五大是 BB 好，那个是地毯哦，还有那个雕像，很简洁的这个五字。是，漂亮的兰花，这是圣母玛利亚像，还有个天井啊。然后看见一个传统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忘记。那个上面是天井啊。嗯。受洗池，神父在布置这个受洗池啊。
我叫比比自由行，感谢这个真理神父，台湾族的，金峰乡清新村。好，这是天主堂的全观哈。That's me. Okay, 从这宾馆外面哈、有那个乡公所的公共艺术工程哈、这个叫崇德圣伯纳天主堂。那个崇德交通管制哈，交通管制，那边是那个，这边是崇德天主堂，上面就是悬崖峭壁哈。好，我们再重新 ，view this。你有证照吗？你有那个？你有其他的证照吗？什么事情？对啊，我是说天主堂虽然是大家信仰的地方，可是你为什么可以长期住在这里呢？而且住在为什么你这样住在那边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跟你什么关系？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。你要知道天主堂这个地方是虽然包容 很多世界各国的人，可是我只要告诉你，你不要长期住在那个凉亭底下，很危险的、万一哪一天你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是神要负责的事情。那开放空间怎么了吗？不是开放空间来讲，你现在要讲什么？如果说你认为是开放空间，每个人都可以进那，在这里居住，在这里放肆的话，我说实在话，你不要看神父那么好欺负。报警嘛，来，我们上法院，报警上法院嘛。可以来，好了没有？我们承认，好了没有？不是还好了，有的没有。讲完了没有？你可以出去，没有关系。你可以离开啊。我当然我随时都可以离开，我随时可以进来。对啊，就像你讲的、跟你家，告诉我，跟你家，不是我家你家的问题，对，是大家的家。那就合上你的嘴巴。要下。合上你的嘴巴。你来当神母嘛？创天主教奇迹嘛？当神母啊？女教皇哦，我不跟你说话，我可以不跟你说话，因为我知道你的底线到哪里了。你真的是嚣张跋扈哎、欸！我不是嚣张跋扈而已，莫名其妙啊你在神父面前讲嘛，在修女面前讲嘛，私底下讲什么？挑衅几次了？什么昨天把他赶走？你敢公然妨害自由啊？公然恐吓了你，捐物资谢谢你，不要滥权哦。厨房好了就出来，不要在里面。那不是你家啊，你跑到厨房里面干嘛？在里面摸东摸西的，在干什么？你会讲人家？